上次你学完了？没有。啊，那个书找不到了。不是。这个是谁？他在看什么？这是他的录像。他在学。这个字怎么读？这个是感动。感动。感动。那这个字呢？这个是动，这个是运动。对，你现在学哪里了？自己够。相遇、喜欢、怕、言、互、利、动、乱、纯。纯、净。静。净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一年级下册，上册你学完了？没有，那个书找不到了。不是，这个不是第一个，这个下是第二个。我错了，我现在要说，我有很不高兴，因为我有看见一个视频，有人学我的韩语很不好，我都说什么不对，我说话不对，这个我不高兴。第一，我知道我的韩语不好。第二，这个不是我的语言，是不是？不是你的母语。对，我学。第三，我没有大学学这个话，我没有老师，谁有教我？我都是一个人学韩语，一个人学韩语。好的，我要知道，他知道几个？我会说韩语，好的不好的是可以说和人和明白我。我可以说乌克兰话，这个是我的。我可以说俄语，我可以说英语，但是现在忘记了，因为我没有用，我每天用韩语。我这个好的人和我说话，我明白，但是我不会说，我快点要说韩语。是的。这个是问题。和我小时候我也有学德语，好的我有学，因为这个我很喜欢。可以说差不多五个，我老婆厉害，我看一下你学怎么样。这个怎么读？这个我都会，拼音我都会呀，这个是不拼难。音挡住了。这个也是会，这个下雨，什么意思？下雨下来了，啊，这个是下雨下来的意思。不是这个是天，这个现在是夏天的。这个是没有冷的水，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。夏天下的雨。对呀，是这个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春分，这个是分，春天的分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也是知道啊。这个呢？这个是山花红，你看在山有红的花，你看鱼出水，这个鱼出来了，是这个。对。鸟入林，这个鸟要进来这个森林的。要飞进去对。还要回家。可以呀。那第二课呢？这个是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这个是歌，这个是诗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个是，名是歌，再想一下。我忘记了，你问我，我快点忘记了。姓名。姓名。姓名格，啊姓氏名，啊，马什么名啊？姓氏格，对，姓氏哥，对，这个是小青蛙。哎呦，我会读我看，这个吧，好，那就，这个多一点。河水清清天气晴，小小青蛙大眼睛。保护禾苗池害虫，做了不少好事情，请你爱护小青蛙，好让禾苗不生病。不错，还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挺好。这个我都知道，在这里都知道。那你学到哪里了？这是第三课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也可以。这个是看家的笔记，你看这个是看家写的字。对，这个是。
洞写的比较好看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我看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啊。哇，这个河嘴巴张得很大。好看好看，老婆，我没有开心。啊，我没有开心，我是很开心。嗯，不错啊，这个并这两个点放靠近一点，然后这个并这个里头地方给它大一点，因为你这样拐进来之后，这里头地方太小了。明白。哎，没事，你老公鞋子也不好看。这个鞋子很飘逸。你知道我们在乌克兰说这个鞋到后面你有点点害怕。因为在中国说那个，你看他写的字就明白他的是状态了。我写乌克兰话都是这样子，你看，我给你们看我乌克兰话，对吧？我现在写我名字，老的名字，写成个 Катер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。看这个可以看，我是不会做，可以看我的脾气。你不是那种很文静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这样子写，大的写，你知道？好的，很这个有规矩，大的规矩，但是写这样子。哦，乖宝宝是这样子写字。一气的，很一气的，你知道？嗯。哦，我写是这样子。嗯，明白。他们这个说我是这样子。你就是这样子的，是的，因为你看这个看可以明白，看写字也是这样子，对，看字就明白。不过你这字写的比去年你写的字比较好看。去年写好看。因为这最近很久好没有脸了。没事，慢慢写，你写吧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妈妈今天送外婆去医院，她现在小外婆家，我去接她。对对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有送他家花，这是那一年他家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。是的，我25岁。他买我花。对呀、啊。厉害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拜拜，我走了。他家。你汉语写好了？是。我给你买的鞋子。工作的鞋，来再看一下。我看小，我穿一下。我不穿的，我知道小。小这个。小。是的，我送你，我打开和我看小。好的，我去退，我去换一个。因为这里鞋和卖的。